林天天终于被油管封杀了。林天天啊，是摄图日记开设下的一个小号，目的就是为了要活跃摄图日记的用户。那么现在啊，林天天这个小号终于被封了，因为林天天这个小号从一个月之前开始盗用我的视频，盗用了好多我的视频，然后啊，我就在油管上举报了他多次。今天啊，我已经连续向油管举报了好多次，结果啊，这个林天天的小号终于被封了，有图为证，你现在是找不到林天天的那个小号了，就是盗了我好多视频那个小号，现在已经被封杀了。我的油管后台里有这个信息，这个信息足以证明啊，我不是林天天，林天天只不过是摄图日记自导自演的一个角色，要不然我为什么去投诉我的账号，让我的账号被封号呢？所以说啊，这个摄图日记简直是啊用心良苦的。真的是用心良苦，假冒一个林天天的账号，然后自导自演一出闹剧。现在这个闹剧终于结束了，林天天的小号终于被封了。接下来有可能会出现 N 个林天天，但是请大家不要相信，这都是台独小屌丝这个八九故意操作出来的，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这个真相。